抱かれてその気になった。真っ赤な出会いがありこり負けて寄せばいいのに一目惚れ。何にはあぶしらよ女の
你歌唱煞，观众掌声送乎你，就表示你真受欢迎。讲话共说多些。好，我是表示对你的尊重。唔免尊重，舞台顶尊重，钱也无通赚。好。是，我跟你发誓的。感谢每场亲爱的贵宾，多谢恁大家对我的爱护。我已经来高雄来足侪摆啊，啊，不过每一摆我拢希望会当有新的节目、新的歌曲。来献给各位亲爱的贵宾，唔知我即摆的节目是毋是同款，每一位朋友拢会喜欢，会接受，总是我尽我的力量来表演。感谢恁的捧我声，和恁真多声，真多力，谢谢各位，谢谢，谢谢，恁真好诶。嗨，阿无讲。你见面就安尼，我是要讲啥话？你安尼就要欢喜的，都唔是要我活的。欢喜的，欢喜。欢喜就安尼哦。嗯。啊，若伤心就一直求伊啊。啊，你啊管人啊，物件我的，你管我要安怎求？那算唔知物件，你下啊无物件，敢有公家咧？最近伫华视演一支连续剧，永远是我车。啊，我演的车啦，嘿啦。你演车，你是演谢姨啊？无啦，啊，都叫是大母啊，知影演到尾啊变色伊。这是算你家己无注意，嗯，算讲见面伊来娶你，恁兜好业，嗯，你用钱要共讲，硬共翕死，也尾啊才知影。等到你有心的时候，才了解讲你一定是色伊的身份啦。迄做戏的啦。算唔知做戏的。我要做大母啊。那要做大母，就爱嫁我才是大母啦。我真啊未结婚呢。袂啊，我目睭变较大蕊的吹啦。啊，你拄你嫁迄个唔煞，拄个目睭拢敢若厝目啊？不是啦，不是安尼啦。拄只你唱的这两块歌拢日本歌。对。拄只唱这块叫做。袂啊，这块叫做《温暖的哈多巴》。温暖的哈多巴。不是温暖，温暖。温暖。系。温暖的哈多巴。系。头一块。哪里我不是来有人生话？哪里不是我，我会死予你看。唔是啦，你奈拢袂晓讲日本话啦。啊，你讲的啥物话啊？我的水准是够多尔。你是去到日本的人，住几啊年的人，啊，我上远的行去到平湖尔。唔是啦，我意思是讲哦，袂晓讲的卖计较，我就讲你听无就好啊。像顶下我讲，伊跟我讲国语啦，啊，我讲是不是哈？啊，伊都无卷舌，讲素不素啦。我唔是爱卷舌啦，我要讲日语，我讲报名，讲西马罗布鲁斯，伊唔免卷舌，才叫口口讲西马罗布鲁斯。啊，你同伊安尼，卖紧啦。我今仔日日本话，那会晓讲，无通钓你专家，我甲你讲实在。啊，你卖闹开，讲伊唔捌去过，伊嘛去一摆啊，哪唔捌去？我去一摆，迄是无法度，迄是政府配我去的。叫恁去威罗华侨，威罗华侨去啊，罗军呢？
我老有几个礼拜讲去哦，啊，我拄好咧日本呐，啊，去拄着我来讲，白冰冰，你才较熟，甲阮做一个导游。啊，透早我带伊去住一个饭店，袂歹，迄间吼伫咧东京，叫做 New Otani。啊，大弟讲，啊，遮拢讲英语，啊，无日语，我都无半撇。我讲无你要食啥啦？伊讲要食牛奶，我讲牛奶叫做牛奶啊，加几包牛奶，牛奶去到遐就还袂记的。甲小姐讲要食迄毛毛，切切切。嘿啊！我讲的，迄康宏讲的，你听无咧？就是你。啊，康宏讲，伊喙齿阁歹看，你听。点啊？去有人甲你扇嘴巴？迄甲我无牵连，因为我坐伫这边倒嘛。我甲王梦丽甲学做丁小慧，我坐伫这倒嘛。爱是康宏甲学做黄西田坐伫恁恁这倒啊。爱是康宏开始讲啊，伊意思要食牛奶，就点牛奶，大家比牛啊。掟出来，安尼，红疤嘛，红线去过。我哪有去？敢若讲我尔，伊是踮台顶了吼，足够气安尼啊！正去到日本哦，咱下到嘞，惊死死！我甲丁小慧对调调的，啊，丁小慧就去变数，种活过后边来对规定推啊，入去安尼。不是啦，迄摆是拄拄好要去威乐华侨，兼要去乐观，啊，由台视副总经理带队，啊，我是迄阵代表中视，啊，大家拢一台电视拢派几个，啊，去是人是叫你做导游，兼叫这个做丁小慧，丁小慧大姊嫁入日本嘛，啊，我是讲拢伊咧拖我，怎伊买便所？坐到恁这阵啊，我去到都拢红笑。啊，日本的便所无咧写咱遮讲什么昏头啊，吼。查甫就画一个昏头啊，啊查某就画一个官大的，无嘛，伊遐拢写英语嘛，还是讲英语就好，我也插伊。讲要去洗头啦，啊，逐摆拢留到这个马桶盖吼，我讲歹看，计换一个型。迄小姐讲无吼，你换什么型？换破中港，要讲暗中啊，你西欧那啦，好西欧那啦。好，开始唱歌好。算唔知唱歌？这几年前的代志，你敢袂起开讲？啊，你懂呀？啊，你的你的你的，伊拢穿这鞋啦，吼！啊，有一摆咧变装卖腐啦，吼！好，啊，你赶紧掉，伊要换衫裤，啊，哦，赶紧足紧就脱起来，袂记你含内面迄领煞脱起来。我咧无爱甲你讲，你搁当面咧讲遐。难搞。还黄西田看一个目睭无去。迄个囡仔怎愈看愈袂大？骗人！你骗人！来来来，继续要唱什么？唱歌，再来唱一段，同款是日本歌哈，不过旋律较紧淡薄，甲另外诶味道不同款。歌名叫做《莫西卡西德》。哦，莫莉也要开口去对啦哈。唔是啦，无你袂阁卷舌，莫西卡西德。哦，莫西卡西德。来，甲拍鼓拍掉者。もしかして笑わないでくれるならこの気持ち打ち明けるお酒の力を借りてでももしかしてもしかしてあなたに触れた時はお酒の席のことだから笑ってごまかせるは私ねえあなたI'm not a
啊！拄个灯光个，你上白目，啊落着雨落，你着搁调低甲照伊个尾嘴要怎会？继续为你介绍员工，轰动咱全省最三八的一个阿辉啊！今仔为咱唱的头一块歌，叫做《梅叔》，掌声欢迎田露露出来弹哦！谢谢。失去了迷失的方向，我奔跑在这寂寞的单行道，我对着茫茫的空间拥抱，过去的朋友，你会不会远离？掌声鼓励。感谢老来，多谢大家。啊，多谢大家，让你播一声歌嘞，激动真无简单，做歌星真好，真好。Hello， 不打你上低端的，啥叫低端？低端就低端兄，啊，简单讲叫做低端，啊，日本话叫做不打你上。どうして？何か？歌未歹啊，歌未歹啊。来呀。来啥？来呀。来啥？来吃。无现金啦。我叫你来呀、啊！无瘾啦，你这个恁爸唔敢哈，要干呐？看到你这个形，恁咪就惊着啊！我叫你来访问，你想我叫你来创啥？访问都安尼，访问都有听影啦。你倒对人访问啦，可怜啊，穿个什么衫裤啦？穿个水呀、啊！啊，茫搁掀啦，迄有囡仔伫个，拜托个啦。囡仔看哪有紧？囡仔生不卖大汉对？来呀、啊！来呀、啊！啊，你真是讲要叫袂来嘞，你呀、啊？
不是啦，这啊，我真无简单，我这栋做歌星唱歌，我去甲头家拜托的呢。讲这栋给我唱歌，我拢定咧访问别人，我唔捌访问过你，免甲我问两句哎哟。啊，是要问倒位啊？啊，凊彩问啊，看是要问体格啊，是要问面啊，拢嘛是，拢嘛是。体格是袂歹啦，但是面可惜太三八啦。足奇怪，你哪会拢教我八字足袂害啊？我是三八，啊，你是安那？你着你两公啊你？报歌名都袂用报，报爱是啥死人？迷失叫迷失，啥会叫迷失？迷你的死人骨头啦，迷失。那这个型的是变怎访问我都想无啦。迄大家拢听无，你唔知咧报啥话？人迄名好好，迷失，啊你叫迷失。内行的拢听有啦，我若大家歌名、大家话，我搁解说恁爸如何枵死。你真是无爱问。免问啦，免问啦。真奇怪，你咧问白冰冰，就问到那五四三，问到落落长，啊，我就拢无话通。人迄白冰冰会看一啦，讲话轻声细细啊。你后见面就什么死人骨头啊，都迷死啊，做啥物型的？啊，我多爱人啊，个性啊，你骗笑的。啊，做歌星就大家拢结交迄落型安尼哦。啊，大家拢迄落安尼，哪有啥物特殊点？哦，啊，做歌星怎啊结交袂放尿安尼哦？啊，你拢爱迄款型，迄款型我原来会晓，我毋是袂晓啊。迄落型你会晓？你爱听，你爱听哟。好好好，你爱听来。好。朱大哥。你娘靠！你个金毛花！人家电话花起就是表示我歌叫得偌好听的，连那电话好听的电话花的，敢那袂输伫拍拍电话机在叫的呢？你怎唔知啊？敢那要叫人爸去要登记啊？你怎唔知啊？朱大哥，来啊！好啦好啦，袂歹袂歹袂歹，赞赞赞！恁爸规个鸡要皮拢夹起来。你真是卖问？来来来，卖问好了。你若唔问，我家己唱吼。啊，你若唔，你落去红去咯。红创啊会啊，内行个听唔得。哦，这个查某讲叫阮别去阿伯红迄落，好啊，你紧唱唱煞，紧来红迄落。侬赶快嘛来啊嘛听有对不对哈？我也不讲啦。哦，我嘛不讲啦。我也不讲啦。嗯，我也知你要安怎。好啊，来唱歌，介绍一首日本歌《霓虹乌达》，唔是乌达。无爱介绍清楚啊！这不打甲有打差一字，我差一字差偌济，人唔知影了，做要唱地瓜。伊知影别名不打，啊，着去调地当名咧，什么霓虹歌有打，怎么唔是不打呢？要安怎啊？要安怎？你搁要我安怎？恁爸都唔敢安怎？要安怎？要安怎？你等了我，你就死机啦！你我知我知，所以恁爸袂瘾惊去。介绍这首日本歌改编过来的歌曲，叫做《斯巴鲁》。来，甲拍破我捧场者，谢谢，多谢。没有哭泣。那一种滋味，那种是刻骨铭心的乡愁。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啊，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啊，那种滋味，澎湃悲苦，怎能倾诉？那云和树，播呀这段那故乡的道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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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感触啊，那种滋味澎湃悲苦怎能倾诉，那雨何时不要这段那故乡的道路，我虽没有哭，只愿那雨和露。谢谢田露露，谢谢，感谢诺兰。接着为大家介绍是台视有一部连续剧《苦心莲》的女主角，今天带来第一首歌，闽南语歌曲《爱因纳西金哈尊郎》，掌声欢迎朱慧珍小姐。谢谢。在阮的一生中，一爱一人，伊的纯情已经袂自叛，在何时才会搁再离间？虽然装着笑容，来来是在打机关枪是啊？啊，没有啊。当小姐的，你讲话慢慢讲。没有啊，不是嘛？是因为这样子，我好久好久没有回到高雄，因为是这样，我也是高雄人，所以我拢是嘉义人啊。啊，我看到嘉义人啊，我就讲欢喜啊，所以我就讲欢喜，讲欢喜就很大声啊。这拢嘉义的人啊？对啊，嘉义人啊。你当作嘉义人拢笑的，嘉义啊，叫你坐车来这听这场节目安尼。不是啊，自己人啊。家己的人啦、啊，家己的人，家己人，对啦，家己啦，你家己我大人啦。怎么了嘛？我知你怎么嘛？你不要这样子，我觉得你今天好帅哦，好帅，好帅哦，尤其是头发真好看哦。好了好了，不要讲了，妈剃一个形容对，你搁他妈讲。不会，跟一个东西很像，马桶盖。你要不要做啊？不要。马桶盖要不要做啊？不要了。讲话要注意，你讲话占不到我的便宜，对不对？你是不错，做人是很好。我话一讲出来啊，你整个就难听死了，你不要开玩笑。好嘛。你刚才唱这个是什么？我刚刚唱那首歌是江慧教我唱的，他是一个字一个音的教我，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是外省人嘛，所以哈。你外省人，我唔着同我插死人。啊？我外省人啊。外省人。哈，外省人。好了好了，看恁家要死偌济人，迄恁家的代志。我跟你讲啊，就是因为我是外省人，所以我这个闽南语的歌无好啊。什么歌无啊？闽南语啊歌。啊，恁老爸歌唔着足好安尼。啊？闽南语诶。诶，恁阿妈，阮老母。不是啊，我在讲那个闽南语的歌嘛。闽南语的歌无好。哦，闽南语，再讲一次，闽南语，你嘴巴好像鸡屁股，哦，假欢喜，哦，鸡屁股你就假欢喜，你看过牛的没有？牛的屁股你看过吗？刚才那个是什么歌？哦，我刚刚唱那首歌叫《爱琳亚喜嘎子郎》。
爱囡仔是惊尊人。哦，对，爱一样是惊尊人。听有得啦，听有得啦。对啊，我跟你讲，我除了会唱这首歌哈，我还会唱那个《利丢利奈》。利丢利奈，唔念利丢利奈。对啊，利丢利奈。哦，听有得。哎，朱导演，我来跟你来问，你卖给我怕叫嘛？我老母，你要给我怕什么叫？啊？我老母哪有叫人给你怕？不是，你要怕我老母的叫，我唔得日本单去讲你老爸搬家。你卖给我怕叫，不要给我打搅嘛！你咧讲闽南语，我卖甲你闹啦。哦，我咧讲闽南话，你卖甲我闹。啊，你咧讲我闹，我那边就跳出来啊啦。好嘛，我跟你讲，我除了会唱这那个《艾莉亚嘎子郎》，还有那个《丽九丽娜》，我还会唱一首江蕙那首《秀皮爱海花》哦。你啊，恁爸小编阁过欢。你唔当作我阿杰啦，阿杰啦是小姨妈病，只做小便爱去花。对啊，西边的海岸不如修边的海花是什么啦？你讲的对，但是音都不正确啦。嗯，小便的海花啦。哦，小便海花。你嘛是讲小便爱花？好好好好好，你不要唱闽南语歌啦，你讲闽南语人家听不懂啦。好吗？决定唱国语啦。好吧，那这样子好了，我接下来卖个唱你南话的歌哈，啊唱国语歌哈。嗯，国语什么歌？好，我想请你帮我一下忙好不好？我想恢复我比较可爱一点的本性。帮什么忙啊？请你帮我脱裙子。啊？脱裙子？你找对人。歌坛这一套我在做的。真的、啊？那我就不客气了哈。我不要算我自己了。这么算呢、啊？你拜托我的，我就我什么？好，谢谢。靠呀，里面尽量的比我靠尽量还宽。哎，我这个是短裤哎，灯笼裤哎。灯笼裤啊？嗯。里面有电灯泡是吧？我没有啦。那不叫灯笼裤，那这个叫做束袖带裤。啊？什么是塑旧大裤、啊？塑旧大的裤啦，塑旧的内裤就这种的啦。那麻烦你帮我拿进去啊，谢谢。你当作我洗衫店的面。来，什么歌啊？好，浓妆摇滚，谢谢。来，拍破旁听者。谢谢。不该在这时候想你，可是我心不顺，我已你的影子填满我里，不去想你真不容易。梳个漂亮时髦发型，丢开寒冷颓丧心情，夜空星星的一句情，泪就融在汗水里。走在那群人，站在拥挤，无你踪影。双双对对是那么热情，为我独行。接着为大家介绍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一位金钟奖的男歌星，今天带来第一首歌《心生泪痕》，掌声欢迎惠一清出场。来，谢谢，谢谢各位嘉宾，大家晚安，谢谢您光临，谢谢。我耳边有。
那是我梦寐以求，昨夜盼望的结果，他的声音在我心窝掀起微波，层层微波中有千言万语要告诉我，绵绵地对我诉说。谢谢，谢谢您的掌声，谢谢。接着下来为各位嘉宾带来一首闽南语歌，一首闽南语的心歌，天天遇到你，天天遇见你。谢谢。来到高雄和各位高雄的朋友见面，哎，主持人诸葛亮先生你好，你好。可以前的歌听了真正的棒，谢谢谢谢。尤其是的歌慢慢的听，有一个感情。多谢多谢。歌唱了确实袂歹，真多谢真。啊，那你的身体实在是虚假靠背。哈哈，谢谢。我多人唱这个歌算无简单。谢谢谢谢。哎，朱启林、诸葛亮先生，啊，真拄好，两摆拢跟你讲台。顶摆来个高雄，又还是你主持，这届个拄到你。嗯。啊，谢谢谢谢，你拢无所在通个走。你现在说什么？你现在说这句什么意思？两次都遇到我主持，上一次到这次都遇到我主持，是是啊，我都没路人去走，你不当作我死没路人去，是是是，谢谢你，你这想不到去了，我的年纪轻不能说话，我年纪轻应该用公声，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头家都不敢让你走，一直留你在这，这句话你不就先说你对一句先讲，这句讲出来哪有效啊？哎，是的，是的，是的，请你别跟我见怪啦。见怪，你唔茫讲到恁爸，恁爸无落人去，恁爸是欠人个钱咧用赌的。安尼啦，老前辈，将这桩代志袂记咧。啥做老前辈？你唔当做恁爸六十几啊？来来来，啊，即摆想要借你个金口，来留咧一个好梦一个啦。啥做金口？啊，你唔当做我徛伫哪口？本来要访问你啦，你讲这句话去插掉了，免问啥？问讲你当时要出山呢？啊，不是问这啦，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是变怎？来访问一个啦。还是要访问对？来凊彩问啦。凊彩问就耍得好啊！你两抓来拢有模仿歌星。是是是。这抓来，
搁模仿啊？又要模仿啊？我即阵准备要好好唱歌咧，卖啦。你要模仿们？我遮歹呢，无刘文正啊。刘文正，啊，你唔改点诶？啊，刘文正，你这都伫纯二来啊。哦，袂使刘文正啊。我家己点。你要甲我点啊？我点你唱，袂用模仿查甫诶。哦，模仿查某诶。啥？即阵要模仿查某啊？对，模仿。凤飞飞。凤飞飞啊？嗯。啊，你这袂使讲画模仿的模仿。嘿，凤飞飞啊，地薄啊，就是台顶边那有薄啊，我来照。啊，啥啥？啊，一个真是牙齿顶出来。这这这边那有可能地了嘛？无成凤飞飞，袂输咧袂分圆诶。这乌巴桑咧陪梦诶，无啊？摕出来照你，你唔茫用歹人，明年是袂陪人诶。啊，地这个哦，凤飞飞啊。对。凤飞飞后地超雷啊。嗯啊，要唱多一段，看对一段你会晓唱。我会晓《流水年华》啦。好。啊，扣一段啊。嗯。好，来试看麦。五行才拍谱啊，慢才拍嘞。啊，梦拢在街灯，啊，静静躺在小雨中，啊，往事又掠过我心头，尤其离。别的时候，啊，紧紧握住我的双手，啊，轻轻一句多珍重，眼儿也朦胧。感谢您，谢谢。多谢多谢。哦，够叫嘴破阿声嘞，安尼过关了嘞哈。你啊靠，你这个杂种，你啥物都会啊。啊，凤飞飞有这个型的，有这个型的。你是当作凤飞飞生山啊？后夹这个型的啊，安尼哦，你当作凤飞飞老片的哦。啊，伊就性格的，那么安尼唔。有型，凤飞飞有型。安尼刷了我来唱歌。唱歌，你当作钱真好赚呐！我会当我你食伤好啊。换一个，倒一个。凤飞飞，你敢会晓？要靠你的倒，我看到真拼呢。倒一个。阿杰啦。哦，你安尼头前舞查某，后边舞阿杰啦，好安尼只，这伊也要创啥啊？啊，阿杰来拢坐这条，安尼撸过去啊，撸过来只。哦，安尼一句话讲唔对，的士只老啊老啊。老啊，有一个咧变数官长咧。来，啊撸过去啊。对。哦。谢谢。这样。无遐撸到遮来，尻川拢流皮啊！正手有力，举这个麦鼓，这就是阿杰啦，一支手换着麦鼓。啊，正脚呢，煞无力，煞搞到伊阿遮，倒脚都有力，啊，支持这个身躯的力量。啊，这倒手啊，就放在后海安尼。各位亲爱的嘉宾朋友，大家晚安。小弟阿杰啦，虽然讲我的身体有缺憾皮，不离讲。唱歌是我的兴趣，唱了这么多年，多谢，谢谢，多谢各位，谢谢，谢谢。唱了这么多年，尤其是高雄的朋友，对我阿杰啦特别的爱护。来，要来唱一首歌曲，多谢各位来宾。阿龙，阿弟先生，谢谢，多谢，谢谢。你命你要怎杀死我？跟你讲，你别当作你发糖呢。有型有型，安尼有型啊，有型。安尼袂歹呢，你即马学小鱼麻痹症学起来扛。哦，后回啊，你若小鱼麻痹免学呢。啥？啊，搁后回。行的你。哎，两个拢过关啦。哦，来。哎，换一个。你拄只讲什么刘文正？你学刘文正的型。但是袂用唱刘文正的歌，无唱伊要唱啥个？唱邓丽君的歌。啥啥？哦，才拄到这环啊，你学袂到。当着环啊，恁当作恁爬山顶落来啊。我地啊，地无啊，敢若要出草啊？你啥啥？要学伊唱别人的歌？哎，唱何日君再来？啥啥？搁倒一块老歌。啊无，稍等一下，我来试看麦。围巾先甲披起。这叫做围巾。刘文正出门下卫生纸。
啊，这个横看了足像的啦，同款的意思。好，去看麦。啊，由伊的形，伊的体型，唱歌的这个角色来唱别人的歌，好来去看麦。何日君再来？桃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小妹，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哦，佫足侪婆仔声，哎，佮这个过关啊！刘文正用安尼好个，伊讲唱歌即姿势，牛下嘛拖袂起来。你讲学家呢，人家才才比正常才弄。安尼啊，这完了算六十分过关啊了哈。好，来，我换的哥讲话会定于天，讲换于天啊，学于天的型，哎呦，唱于天的歌的型，但是唱邓丽君的这块歌。啥？何日君再来啊？声喉拢无同个呢，我都可以匹配。你爱记啊？爱记啦。喝完了这杯清清的小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管更何等。谢谢谢谢。哎不行啊！于天的型不行，你唱到安尼哦，你当作伊狗在放尿啊？袂啦，那我边仔有人唔知呢。对起，啊，恁当作恁爸电报跳啊？啊，你着拄好徛伫边仔顺转安尼。来，讲我一个，搁一个啊，安尼一个接一个。比利，比利啊，迄是跳 disco 的。对，啊，我来唱这个。这是老歌呢，何日君再来？会啦会啦，来乐队啊 ，disco 何日君再来啊？好，试看麦。比你比你。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唰，多谢多谢。哦，舞到半条命去，disco 呀！你真正考虑袂到咧，恁爸会叫呢？来哇，李世前。啥？你去找个西洋牌，去找出来。哎呀，唱一段回。回啊！唱一段回，迄形拢爱激出来哦。李世前的形拢爱激出来哦。哎呦，来，拍拍我彭表姐。真假的，李世前。乐队拜托。有一些声音在我的胸怀。峰回路转，如此纠缠。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道何时才能向你说句话。傻，李树贤，谢谢谢谢。哎，李树贤老在咧准甘蔗呢。哎呀，老啊，你看咧，佮比我佮较艰苦咧。你咧唱咧型，敢若袂输安尼食落，也放袂出来，硬咧弹迄落型的啊！哦，你讲到变去酒变数安尼，大家互你学到拢真正袂安尼袂歹啊！安人客对你印象无同。我头初初唱两块歌，我输文的，你后壁变敢变安尼？你万八即马高雄拢流行安尼哩？你安尼人客讲哦，会唱无简单，一个人学几啊十个人，我拢惊走去啊！人大家对你印象拢好起来啊！唔知影人当作你咧起笑，当作笑的啊！来，你我知影你要赶去台南，是是是，对不？最后唱一个较好听。好，因为这最近的台南呐，有一挂大的这个宴会，啊，都好新闻局的叫我来去唱一挂爱国歌曲。哦，对对对，一挂十月拄过，一挂这个外国的嘉宾来到咱台湾。好，阿吉怎么说？阿不来唱歌啦，来过来唱一首歌曲，大家较熟的。小白的海花，来，阿婆阿旁听者，多谢，谢谢。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彼段姻缘。
全难忘的恋情。孤单来到失意的海岸，今日犹原也无改变。不平静的海浪声，亲像阮不平静的心情。啊，你袂得像金浮在眼前。情也是无变，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爱你，爱你。谢谢，欢迎，谢谢。